就是我们得排靠墙的队伍。中翻嗱，我話兩點半係後啊，兩點半後我咪兩點半後，因為到時睇翻安排好，係兩點半後，兩點半後啊，睇翻到時安排好，係兩點半後，兩點半後，睇翻到時安排好，係兩點半後，冇預約嘅，兩點半後，到時安排好，係咯，我講係冇預約嘅，兩點半後，係咪冇預約嘅？冇預約兩點半後，我哋到時再安排好，冇預約自費嘅係咪？係兩點半後。先做到嘅，到時再安排好冇？冇預約嘅係咪？冇預約嘅。有冇醜浪嘅？係冇醜浪嘅，照排喺度 OK 啦。你已經記前後，我幫辛苦大家。Thank you.